迎淡水福佑宫南党水茂哦，原来朱林委员、关林委员会一同，而且呢，用咱党最平安赛，咱前水中书爷刘新尊哦，献上最最敬礼哦，来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礼行，来祝贺咱哦，会哦。福佑宫吼，咱管理委员会所有的咱啊助理委员、技术代表吼，大家身体健康、合家平安、大赚钱。好，我们知道呢，在南党追骂吼，那主事就是那个台中县立妈祖女牛哦。车哈，以及鲜花车哈。欢迎福佑宫南党追骂我们的喜之团。这是我们的广东师哈，喜之宫。舞狮迎至五福临门，祈福享天福佑爱民。广东狮呢，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当中，他们就是非常活泼、非常喜气哦。那当然呢，而且呢，他们的整个的狮头部分的眼睛是会张，而且呢，那个嘴巴也是会开合的哦。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爱我们的广东狮哦。那很多呢，商业家在开幕的时候，也会邀请我们的狮队呢去做什么？做整个开幕庆的前面的一个花絮哦，那也代表了整个集庆的之意。那当然呢，他们现场也会有彩青啊，以及呢上妆的一些的表演哦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龙队哦。